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。那这首歌是《自由的鱼》，那它的创作是在讲说，鱼游在水里面嘛，然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它，鱼可能自己本身觉得它自己很自由，但是有可能它觉得自己很自由的过程当中，它其实并没有。然后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人生，有时候我们人生在追逐一个东西，我们想要得到可能某一个目标或是某一个自由，然后我们会用尽力气的去奔跑啊飞翔，然后想要达到我们自己内心所想的自由的状态。那这首歌最后他是在讲一个执着，你当你有一个目标你很执着的时候，你就算用尽力气，最后假设你真的没有达到你目标，你还是因为这份执着，然后你看过你努力过的样子，所以你不会后悔。那我们带来自由的鱼，谢谢。手机精神上
从来不后悔。谢谢自由的人。